孩子的睡眠时间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。一项针对五到六岁的孩子的研究发现，每日睡眠时间少过九个钟的小孩可能会出现专注力问题、行为问题和其他精神病症状。实际上，睡眠较少的人遇到这些问题可能性要高三至五倍。这个是事实，但是有希望。孩子需要有充足的睡眠，这个不是很深奥的问题。尽管需求各不相同，但婴儿平均每日需要13到18个钟的睡眠，1到3岁需要12至14个钟，3到5岁需要11到13个钟，5到12岁的孩子需要10至11个钟，12到18岁的孩子需要 8.5 到 9.5 个钟。你看看他几点钟起身，就可以计算出你的孩子需要几点钟上床睡觉了。然后调整他们的就寝时间，就可以看到他们变得越来越健康和快乐了。